战天赐的声音第三季第二阶段的第一期，是一个舞台结束完之后，声音鉴赏人里面内部很多不同的意见出现。音乐合伙人老师是否加入到我们的抢人环节呢？加入，加入。画个龙，再有片画一道彩虹。想挑战一下这种唱跳吗？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两个太炫了，让我度过了特别充实的一个舞台。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懒散的人，我不喜欢动，也不喜欢响应，但这歌好像不得不动，不得不响应。对，天赐的声音第四期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一期会让一些小伙伴们失望了。每一期的节目都是在音乐合伙人和飞行合伙人的合作下去完成五组歌手的歌曲的，但是前三期的表现极佳的周深，第四期竟然被轮空了。按照节目组喜欢打造热点的惯例，和周深目前给节目组创造的价值，谁轮空周深都没有可能轮空，但是这第四期周深确实是没有人合作，所以让喜欢周深的粉丝们失望了。第四期可能只能听见他点评别的歌手的作品，听不到周深的歌声了。当然这样的安排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周深和盖上一期的玫瑰少年在某社交平台被攻击得太惨，节目组为了不给周深招黑，故意做了这样的安排，这是第一种可能性。周深目前连续三期 YouTube 的播放数据远超过其他歌曲，第一期和孤勇者持平，第二期远超其他歌曲十几倍的播放量。第一期周深的克卜勒 YouTube播放数据115.4万，第二期周深的算你狠 YouTube 播放数据27.7万，第三期周深的玫瑰少年 YouTube 播放数据46.5万。这大概只有周深在天赐的舞台才能实现这个数据了。就这么强势的歌曲播放量，第四期却轮空了，有没有可能是节目组逆向思维了呢？故意这样安排，还是节目组真的没有剧本？一直以来大家都在探讨各种节目到底有没有剧本，到底有没有剧本呢？之前袁立上了一档综艺节目，最终综艺节目剪辑出来的效果把袁立呈现出了一个傻子的形象，舞台上的袁立前言不接后语，表达上来看就很无厘头，大家都很好奇为什么舞台上的袁立是这样的。最终袁立表达了这个节目组没有按剧本走，所以大多数综艺节目是有剧本的。之前天赐的声音也经常被提及有剧本，不然节目呈现效果不应该是这样。但是终究第四期以周深的轮空打破了节目有剧本的谣言，这是第二种可能性，用周深的轮空证明节目没有剧本。所以第四期的半常驻音乐合伙人会换吗？之前网上都流传半常驻的盖不来了，换成了张碧晨，可前面三期的盖表现都太强了，我们发现音乐中加了 rap 变得更加有 feel 了，甚至拓宽了音乐的格局，这难免不成为收视率提升的一个看点。可如果张碧晨成为了半常驻音乐合伙人，好像就不如盖那么有特色了。第四期及后面的半常驻音乐合伙人，网络上曝光的阵容是，先是张碧晨，然后是毛不易，最后是刘惜君，一人录制三期。但是到底他们的身份是半常驻音乐合伙人还是飞行嘉宾还不明确，以目前前三期的情况，这几位歌手更像是飞行嘉宾。如果周深第四期轮空了，那这第四期的歌曲收听量等等播放数据是不是会下滑很多呢？我不会留，强留的爱情不会沉。